入夜之後，銅鑼灣繼續有人聚集。波斯附街有人掘磚頭抌出馬路，附近亦都有雜物着火。防暴警察到場驅散，喺里頓道制服至少一個人。十幾分鐘之後，速龍小隊去到時代廣場，多個人被制服，警方進行搜查。 現場一度係施放胡椒噴劑，而另一批嘅防暴警察同埋速龍小隊就喺商場裏面截查，包括著反光衣嘅人。商場中庭有大量嘅單張，現場消息話上面印住警察嘅個人資料。